在朋友家这边看到的。他晋安湖这边公园本来建一个那个摩天轮嘛，说100多米高，建了3/4这样子，前两天看都快建完了，突然间今天倒了，他们都到现场了。晋安湖那边已经有民警在现场了，没有人掉下来，人都安全下来了，已经处置完了。